Hello， 我是小仙，今天来做个小朋友都喜欢的会变色的小猪佩奇。找个不用的包装盒，剪下来，侧面折叠一部分，然后对折。边上和底部都贴上双面胶，用刀把这个位置挖空。白色卡纸贴上，再取一个白色卡纸，在上面画上小猪佩奇。涂上颜色，取一个透明的胶片，没有的可以找一些透明的包装盒上挤下来。用笔在胶片上描一遍小猪佩奇。胶片插在外面这一层，彩色的小猪佩奇插在里面。完成了，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拜拜。